皇帝下诏，命军即刻入宫，不得有误。遵旨。您是皇上，皇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才是天纲啊。做皇上的得有皇上的威严，才能号令天下。吴刺客，护驾。皇上，卑职救驾不力，甘受处罚。他现在在哪儿做事？在锦衣卫做百户。那就封他为都指挥检事吧，让他好好陪我玩，伺候我。那你说谁会对朕下手？臣弟不敢。其实你我都心知肚明，有人嫌朕碍事。是皇上的主意，你别走了，留在朕左右伺候吧。上。为了权势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臣现在就去给朕把他抓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。你，今日臣特地来为您道喜。杨县长，也就您不像那些大臣一样每天在朕的周围指责朕，总算这个朝里面还有明白朕的人。这满朝大臣没一个顺着我的。你有资格做我的敌人？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。全天下都是您的，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？没错，朕就是要他。那皇上打算如何面对天下呢？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，是你该说的吗？帝王一怒，消除。是他逼我的，跪下你许诺，给你万代荣华。做梦！你不要有这样的念头。忠臣，愚蠢。的乐趣是捉弄人。谁也别跟朕对着干，谁要是这么干，朕就廷杖伺候。那些大臣在朕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些玩具，朕是在耍心。只有你，你别把朕当君，朕也不会把你当臣。朕处理政事可以，可有一样。